时间，家里有点事儿，再一个，还是有一些这个，订单的事啊，忙不过来。好，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好，咱们开始，准备一支小的狼毫笔，啊，这手里准备一张废纸啊，随时蘸墨和调墨来用。长堤坝村一般是画山，大的山石或者山峰啊，运用到长堤坝村；小堤坝村一般都是画这个石头啊，或者小的土坡。咱们今天开始学习长的堤坝村，因为小堤坝村已经在之前讲过了，在芥子园上。好，咱们先把山峰的这个轮廓勾出来，弧线。堤麻村一般，它的山峰的轮廓线都是这种弧线的，有点像这种馒头状啊。它有高，有低啊，有平缓的啊。我现在是把它的这个主线、轮廓线，还有这个结构线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轮廓线，然后一个，这紧跟着是结构线，然后往上挨着走。啊，这是山的脉络啊，这都是轮廓线，里面有一些这种小的结构。墨色呢，不用特别的浓，也不用特别的淡，但是笔呢，尽量干一些啊，笔尽量干一些，不要让它水分太多。勾勒几个结构线出来，待会儿咱们在这个结构线上去加它的皴法。这块画两个小的石头，有大有小，然后外上面再有一个大的轮廓，下来加一些结构。再往上，山峰越来越多，一层一层的啊。这后面开始有一些小的，矮一点的，有高有低。有大有小，然后山势是这样，从这边走，然后转到这边来啊，然后他又转到这边来了，错落有致，加一个小的石块，最高的山峰。这边续下来啊，现在我就把整个山的脉络画出来了啊，这是整个山的一个脉络，它的轮廓线，还有它的这里面的结构线啊。好，下面咱们就是把笔蹭的比刚才还要干一些啊，调一下墨，淡一点的墨色，用手里的废纸调和一下，蹭干一点。然后咱们可以从上面开始画皴，从下面开始皴也可以啊。咱们现在从下段开始，顺着它的结构线，皴擦，堤坝皴，一条线压着一条线，靠近山的轮廓线的时候少一点啊，结构线的地方它就多一点。放松，有交叉，有重叠，
但是尽量要让它错落。这个地方多一点。有些地方密集的地方，可以待会儿反复再穿插一下啊。像这些地方缝山石这个交接的这个山石的这个缝隙的地方啊，穿的可以多一些，就是凹进去的地方，笔触多一点，凸起的地方，到这外边就少一点。握笔的姿势呢，还是画无画画啊？执笔是无定法的，包括写书法也是。但是咱们初学的时候，尽量是学习那种书法用笔啊。当然，你要握铅笔那样也没关系。要说画画的话啊，因为写书法的时候。也有很多书法家，他是用这种跟握铅笔的姿势、手是差不多的那种握法啊，这个很正常啊，执笔无定法。全是这种弧线交叉重叠，一条线压着一条线啊。特别适合表现这种土质的山石啊，这种土坡式的这种山石。这种高峰、高的山峰，它的这个线条就长一些。这是南宗山水的这个主要的一种皴法啊。这南宗山水南北宗之论就是从这个董其昌这儿开始南方山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以土质山水为主，所以这个披麻皴特别适合表现这个南方的这种土质的山水啊，因为北方山水都是花岗岩的，所以用这种。柔和的线条，它不适合表现北方的山水。披麻皴的代表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典型的披麻皴，也是披麻皴的一个典范啊。大家想学好披麻皴，可以多看看黄公望的那张《富春山居图》啊，有画册，有那种很清晰的画册，大家去买一本看一看。现在的印刷技术非常的好，有疏有密。基本上呢，这张画呢就差不多了，咱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让它。更丰厚一些，让这山水呢层次更分明一些，就是让它多加一些淡墨，用淡墨再皴染一下，尤其是在这个缝隙的地方、密集的地方，这样你接下来上色呢，它就有这个一层墨底就托着它，上色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被颜色
给它遮盖住。这边可以用淡墨，让笔更干一点啊，面积更大一些，有点类似于擦了。擦的时候，笔触可以接触纸面更大一些。擦一擦，皴，擦，点染，这个传统山水画就是皴擦点染，每一步都很明确。当代山水画呢，它就是皴擦染，有时候是一气呵成。不是特别的程序化，但是古人的这种传统山水呢，还是非常的严谨的啊。就像是工笔，就像是工笔画啊。其实传统山水也可以说它是工笔山水。有同学问了很多次，到底是用生宣还是熟宣？我可以。每堂课都可以回答你，没关系。但是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生宣啊。只有生宣上才能表现出这种皴法的这种质感。为什么叫皴法呢？就是比如说冬天，冬天特冷的时候，手上不是都有皴吗？就是说太干了啊，才会能产生那种效果。所以只有在生宣之上。然后笔呢，墨色又很干的时候，才能画出这种屋漏痕的这种痕迹，就是这种皴法。线条呢，它是屋漏痕的那种线条。这长匹马啊，就是线条比较长，这隐隐约约的来一点。长线条，画这种高山的时候，咱们运用到的这个匹马就是长匹马皴啊，山峰比较高，长匹马皴。画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点胎了，用浓墨点胎，点一棵小树在这山顶上，有高有低，有疏有密，点胎。有些地方还可以继续再多点一点，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上到这里，下节课呢，咱们继续啊，还是讲山石的皴法。